前女友问我还喜欢她吗，我说我不喜欢，结果她给我来个重新认识一下。那个我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赶紧收拾收拾你自己，我帮你把这收拾了。动起来呀，朋友，你等什么呢？赶紧把你的头洗了。嗯。我怎么感觉你不一样了呢？怎的，朋友就不能慢你叠衣服了？不是，我是感觉到有一个蜕变的女人在帮我叠衣服。朋友，你能别磨叽了不？赶紧去收拾收拾你自己吧。这么强硬吗？怎么，你不喜欢？有点可怕，你这变化有点大吧？不是，你到底要怎的呀？我喜欢你也不行，不喜欢你也不行。你这分明就是在置气嘛。好，我心平气和的跟你说，你车卖了是不是？我靠，这你也知道？强哥天天开着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我也不想啊，得还钱。啥意思你？我知道我先给你买车的话，你肯定不能要。我把你之前开的车买回来了，你先开着。不是，你怎么回事？别喊，别喊。不白给你开，等你东山再起的时候，带利息还我。东山再起？你说的这么容易吗？只要你想，只要你振作起来，我相信你，其他交给我。我也不给你钱，给你人脉总行吧？我想问你啊，我问你，我这样的人值得你这样吗？我问你。值不值得你说的算吗？我说的算。走，干嘛去？你都要臭死了，带你洗澡去。干嘛？洗澡。咱俩。